beobachten. I do have the click I added, I didn't have my presentation. Is everybody here? Could you look towards me, pleas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Hello. 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欢迎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讨论会是互联网的未来。我们今天可以谈起我们就如何能够得到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这个终端设备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在这也是就是全球的合作伙伴和。 我们去戛纳、印度尼西亚、德国、桑比亚，还有呢，我们今天还有基本上我们要分两组，分两个小组。第一呢，就是我们有两个发言者给我们说，就是一个是 Benedict， 叫 Abendroth， 他是微软公司的一个安全是高级，就是安全程序管理。 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欢迎 Al-Sakaf， 他是苏德坦大学的一个，那么他也是这个 ISOC 的委员会成员，而且呢，我们他们的两个人的就是初步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们还接受一些那些提问，那么以后我的名字叫 Solana。 我是 Mozilla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的基础是在柏林的，而且我是。 我和就是对这个领域的工作做了非常大的
兴趣，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也发表了一个文章，那么就是智能化家庭的私隐保障，那么是私隐权的保障，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也是就是看智能化的这个家庭设备，而且就是我们在这对他们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是做探讨的。那么我们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和很多人进行了交流，而且我们也是以在很多的就是层面上就是研究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家庭也好，大城市也好，全国性的也好，我们都是看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我们要全面的看，而且就是我们的物联网在这给我们提供哪些什么机会。那么首先我们欢迎 Benedict 微软的公司，就是能够给我们传达一下微软公司的立场。好，非常感谢邀请我到这来，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在这发言，而且对我们这次的论坛的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我的名字叫 Benedict， 我是在 Red， 就是我们微软的总部负责我们产品安全的。那么今天我在这是想介绍三个方面的，第一呢就是物联网的，就是这个微型控制器。那么下边是就是这些设备的安全风险的问题，而且我们物联网里边要做哪些什么工作，就是可以保护，就是还可以预防一些什么攻袭击。那么我今天是第一次，就是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所以呢，就是我们互联网或者就是物联网的它的那个作用已经是多大？那么我们有世界上有多少个这个终端设备，这个数字是它无论就是不管这个数字已经是多少，它是天文数字。所以有的人说现在就是2025年的时候会有800亿个终端设备，这个数字还是真。为什么这个数字那么大？因为呢，就是从一个高层面来考虑的话，就是有两个因素。第一，技术是一个技术的方面，我们看到两个大趋，就是几个大趋势。它一个是就是推广，这个技术；第二是这个成本不断的下降；第三是传感器的缩小；第四呢就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这个云计算平台。那么一切呢，就是无论是从飞机、电梯、太阳能电池，甚至什么东西都现在可以上网了。而且呢，从一个就是从消费者和工业的角度来说，用户就是这个方优势特别多。比如说传感器可以发现，家庭比如说漏煤气，那么就可以及时的报警，或者那么就是一个企业就可以控制就是百万计的设备，就用不着派出技术人员进行维护。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这都是种种原因，为什么物联网增长得如此的快，如此的迅速。而且呢，在很多企业当中，就是会发现，就是物联网已经会改变他们的营业模式，甚至就是可以发现完全刷新的营业模式、业务模式。所以呢，就是这都是几个原因，为什么最近几年，物联网的这个终端设备的数量大幅度提高。那么首先就是物联网到底是什么概念？那么它是有好几个含义。那么就是它是，事实上在这没有一种共识的定义，所以就是视角有各种各样的。可是作为一个核心来说，就是我们在这是一种和物理世界的一种互动的概念。所以呢，就是事实上物联网它的那些装置，它主要首先是那个微型控制器，而且就是光是这种那个设备，就是我们已经有就是90亿，我们每年新增加就是90个亿，90个亿这种微型控制器，而且它的大小规模是一个指甲那么小的。所以呢，就是无论是就是洗衣机、空调、医疗设备、微波壶、等等，都是有，
都是有这个就是使用方式，就这个就是这种东西是在70年代的时候被发明的，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只把这个70年代发明的东西就已经是就是传达到我们的就是这些单片机呢，就是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可是在这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单片，这个是单片机，它本身也一种就是无线信号的这个处理都是就是一个芯片上的装置。你在这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上的这个单芯机的话，那么。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一块是，就是它的成本5年前是2.5块美元，所以就你是差不多说，就是你是有一杯咖啡，就是以一杯咖啡的代价，就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加上互联网功能。所以就是这种技术，它一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无限的可能，而且给我们展开新的风险。所以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些就是物联网就是受黑客袭击的消息，比如说，那么你经过比如说电冰箱或者就是水族馆的这个控制装置，你就可以就是袭击网络。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后果是非常的严重。一旦就是一个设备就是受了影响的话，那么您所有的基础设施、物联网，甚至就是你的物理安全都受到影响。而且就是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说有更大的社会的作用。所以就是谁是在这些，就是谁是这种袭击的幕后人呢？我们在这有看到就是几个分类，那么我们就看到哪些什么一些动机，哪些什么用心，那么就是很多这些就是人的就别有用心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人有的单位他是想破坏你的基础设施，有的人有就是想推广自己的议程，有的人想偷就是想偷走你的那些财产。所以呢，我想想，就是在这有点重要的消息。那么就是这种袭击的，就是它是完全就是放，就是对任何网络的这个袭击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是非常的广，而且对在所有的这些那些动机，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就是，无论是汽车也好，或者就是控制，就是自动化的那个肥皂机，都是就是变成危险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些机，就是这些黑客，他是到怎么打开，就是侵犯设备呢？那么就是在这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图片，就是这个是单片机，就是单片机上的这种战场，所以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战场之类的。那么就是你首先可以物理的，就是物理的接触，你可以用它的那个它的用户界面，它的操作系统，或者就是在网络上，也就是各个层面就可以连接，或者你可以影响这个通讯内容，或者就是你可以，假如你是能够袭击这个操作，就是这个使用应用软件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有侵犯。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袭击，它选择还是并不多，就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的选择并不特别多。可是我们的那就是可以说袭击是袭击者黑客。他好像往往是非常创新的，就是创新性的人，他想出100万的办法，就想侵犯你的设备。所以，一个敌方力量要袭击你的设备的话，有可能的，那么就是比如说，也可以说是敲竹杠的。或者比如说，就是在你的家庭在冬天的时候控制你的取暖系统，要求你就是敲竹杠，就是100美元才让你就是控制家庭的温度，或者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连比如说，那么就是连那个心脏跳动器它有都可能受到影响，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也是比如说。可以改变数据，
比如说，假如我们想象那个油井，这个油井的这个就是开采石油的这个油井，它往往有就是5万到8万个这个传感器。假如你其中就是有什么几个传感器把这个数据保留的话，那么你可以影响这个整个油井的操作。所以，所以我在这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就有一些恶性目标可以利用。那么我们，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就是制造商应该要更全面的考虑到一定的风险，那么是就是这个使用环境，比如说就是哪有，假如你是看到就是一个电动壶，就是它在家庭做什么的，就是比如说，那么它可能还是会就是发烧，可是就烧火，可是这个是我们就是确实觉得就是在这还是可以想象，我们应该要加强这种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要想象的，我们是如何可以提高保护水平呢？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为了能够提高就是安全水平，我们有七方面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技术现在我不会讲的太详细，那么就是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在下面的就是这个图片下面的这个连接，那么就是一个设备的安全性，就是等于是它最弱的部分的安全性差不多，那么我们。那么有的它的就是特征是软件性的，有的是特征是硬件性的，有的是依赖云计算和网络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真正保护，就是要预防所有的就是各方面各方向的袭击的话，那必须就是要全面的很周到的想起。而且呢，很多这些设备它往往并不仅是就是用了1年2年就可以了，而且就是都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甚至10年之类的都会有。所以那么下边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政府在这可能可以做哪些什么工作。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加州，加州最近就是做了一定的立法工作，要求就是这就是那个密码安就是方面就是最起码的一些安全水平。欧洲呢，就是最大部分人就是对很多就是网络安全法也是很熟悉的。所以这个也可能涉及到这些物联网的装置，而且很多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非常积极的工作，就是也是要求推广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日本政府在这也做了一个运动，那么就在这是就是日本的公共用上的就是2亿的那个终端设备，就对于它的那个密码做了检查。新加坡也是做了类似的工作，也是对于那些物联网的这个装置做了安全检查。所以呢，我们也是开头的时候，就是开头回到刚刚。到2016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袭击，这个都是3年前发生的，而且那个时候有就是我们几乎可以说3年之内，就是有关那个装备的安全也好像没有大幅度提高，所以我们也还是在这做大量的工作哈。谢谢大家的注意和关心。好，谢谢马克。下一个人是 Walid Al-Sakaf。我想在这强调，我也是戴两个帽子，一个是学术，我是研究互联网。另外我是在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协会的主席。我今天就是这样的，从一个学调的角度，我们的学调经常就是查管一些数据，因为他们就是让我们使我们了解事实。我们的那个互联网协会合作，如果一个国际保护联合会是一起进行一个研究。
IoT 的设计的比较复杂，这个主题，用户喜欢什么？如果他们想到那个 IoT， 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想提什么？我想问一下观众，就是问他们跟我们的研究同样的问题，看结果是不是同样的。有多少人就可以举手？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监管者应该是负责那个安全的条例的。哦，好像有不少人，不到我们观众的一半。这早上是不是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他们应该负责这个安全？主持人也是举手。不，你就是跟一般的观众就是一体的，不给你增加重要性。在每个 IoT 的那个梯段有几个就是扮演者，有监管者，有销售商，他们是直接跟消费者的。你觉得是零售商也是应该承担对安全标准的责任？只有一个人举手。有趣，我就是现在说，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调查的人的88%，他们是来自五个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一共六个国家。然后我们问的一共几千人，消费者回答说，88%认为就是监管者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接近90%，所以就是监管者就是主要是政府。这早上。占81%，他们应该认为应该来制定这个安全标准，和零售商应该占了80%，所以从程序来说是，但是还是那个百分点来比。我们的观众还是比较落后，所以这是消费者对 IoT 怎么看？这是监管者应该是承担最大的责任。难说，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对这个也要有同样的一个看法和判断？还要提一些问题的。他们就是对IoT 本身有什么看法？哦，还要问我们的上论坛的人多少？他们说就是不可信心的人是多少？你相信就是数据分享所以好像所有的人都是不信任的那种数据分享的模式。有多少人觉得 IoT 的机器有一点古怪，有一点恐怖啊？就是我们买这些东西就是
Wayrun, der er blevet dødt. Det er jo den cinema dun. Niemand så så som som at det er det du en skudt tid i sig nemlig den der DT. Ja, sange en højt så det her. Det er jinkenang der Chengdu. Bare for at løse 10 så ja. 最后一个问题是，无头上的人说，不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安全的担心就不买，有多少人？ 所以你们都有一个，但是，不。 担心，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IoT 的那个机器，因为他们就是怕就不安全。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当时报告的这个结果，75%的人觉得数据分享不安全、不可靠。 63%觉得IoT 的体积是有点恐怖，有点不可靠。59%的人要这个，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计算，怎么消除他们的那个。数据采集的功能，60%人可能不愿意买这个机器，因为他们的是比较担心的安全不到位，安全性不到位。所以我们的研究是比较广泛，所以我不能给你们分享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都应该考虑到是很多人可能对 IoT 的就不关心，我们对一些有一种看法，一种感觉，但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他保持一个就是不良的一个态度，就有点担心的态度，怀疑的态度。消费者呢是他们的这个态度，就是我。就是做几十年的记者和个媒体工作，所以就是在很多媒体就报道他们的一些黑客的动机攻击，还有一些网络镜头的一些造成的一些损失损害，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对他这种。感到不安的这种看法，可能一些案例是比较夸张了，但是有一些都是一定是消费者就比较担心，所以更多消费者就意识不到，就不清楚如何处理他们的这些机器的功能和。怎么减少相关的风险？他们也是不一定能全面的看得懂那个说明书，所以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理解，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就为了也是对网络的信任的什么，所以
我们这是应该想一想怎么就拟定一些让人以合理的方式，就是利用所有的功能和拟定一些比较全面的说明书。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光考虑到那些跟制造那个硬件和有关的一些方面的，而且要理解用户就是与相关的机器的接触和，所以runway的代表提醒他们，就是可能要进一步考虑到就是消费者对公司的产品的理解和感受。很多这些 IoT 的那些机器不是独立使用的，而且是跟很多其他的产品就是连起来了。所以最薄弱的环节可能不是微软生产的，但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家庭和用户带来一些安全的危险和风险。所以我就是想贡献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如何能找到这个报告，就是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消费者对 IoT 的态度，你可以找到的这个报告。在 Mozilla， 我们在这个产品电视上面有一个叫 Creepometer， 就是那种可以这种怀疑度的一个测量度。所以他们对一个企业的那种保护隐私的那些规则，然后他们的安全性和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买这个产品。如果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是虽然对这个产品保持一定的怀疑，他们还是愿意买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比较易发现的问题和那个弱点，这个产品大家就承担责任，所有级别的监管者、制造商、销售商、零售商，比如说如果有真的有问题的话，如果孩子使用或一些不怎么熟悉的人操作这些体系，就是会带来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安全的方面。我们一定说到那个隐私的问题和我们的安全的问题，可能有的人有时候分不清这个安全性和隐私性。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两个方面是不是连接起来？比如说一些就是说数据保密的一些机器和这些，就是如何怎么分别这两个？有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同样的，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应该看过的是就是安全性应该是达到一定的最低标准，不管你觉得对这个怀疑还没有，比如说我妈妈她可能不一定会看所有的这些功能和职能的问题，她一般基本上是事实上消费者对一个机器 IoT 的机器的这个安全性不太了解，所以
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安全性，所以，安全的一些功能就是会经常帮助人家去保护他的这种隐私、数据隐私性。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编码和，所以啊，这些问题都是。分不清，但是消费者应该是，有期待，就是每个产品都有，一定要满足，两个方面对最低标准。还有这个，我们的第一节这块的一些问题吗？喂。那么就是说，事实上就经常有人就是做这样的建议，就是在生产商这一块儿，必须有一个在他产品上放上他这个过期日期，那到这个过期日期到这个地方呢，就说我这个软件到这个时候它要不过期了就要有更新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就要进行，那么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人就说要求，在这个你写了这个软件过期日期上，你也必须要负责任，这生产商要负责任，给提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使这个买这个软件的人呢有这个可能性把它进行这个软件本身的一种更新这个或者说这个做一些增添，或者说做一个把它作为一个公开的资源来能够继续使用，您认为怎么样呢？那么看看我们就是说从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啊，我们买了一个设备，那么无论是这个是线上还是线下买的这么一个设备，那么首先这个设备必须是安全的，那么它必须也是一个真正是有。好的一个使用说明，使我们就真正能够把它用起来。那么这现在问题就是说，物联网这块有一个差别，那么事实上我们所买的这个设备不是已经把它用在某一项上了，它是上和另一种这个服务、另一种网连起来，比如说它和这个网云计算是连在一起，那么就会产生另外状况。一方面，这个消费者本身，他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知识，要知道他这个设备本身啊能干什么。他这消费者买这个设备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是有什么的可能性。可能你会在这个亚马逊上查一查它的功能，然后是呢，这情况下你还会做这个购买的这种决定。那么就是一旦你买了之后，你怎么办做呢？如果你产生了一些疑问的话那么就是这些所有的使用说明，看一看你能解决你的问题吗？还是说你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物联网上面的这种情况，物联网上是不是有一个顾客服务呢？特别是说有些产品啊，它最后是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fairway 这个在这个上面，如果是有它这个终端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要使这客户使他这个设备的可能性必须得清楚。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从生产商这块儿，他是不是真的给一个过期日期嘛？这个过期日期，如果是这个，解说到我们这个软件必须及时一段时间要更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过期日期。那么事实上，在这个网络上呢，是不断的有变化的，有不同的这种整个的记录。它事实上它有一个 encode，它真的是设计出来之后，它是在整个线下然后是它发现了这种安全的漏洞之后，然后它就把它给补充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你的软件及时做了这个 encode 的更新之后，你的这个安全的漏洞就不会得到这个补充。那么所以说这个。双方消费者和生产商，要有一种合作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们也是真的是，做了这么一个倡议嘛，就是说 Connect Smart，就是说智慧连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有这些业界，作为这个生产商，他当然是要给自己的产品做推广啊。另当然，我们还有一点也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政府方面还有法律法规，这件事情也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的这么一个，这个问题也是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层次的这种结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技术本身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方面吧。事情是如何把它去做设计，如何编程，如何各方面把它结合起来。那么说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有这个风险。那么很多人他自己呢，可能是没有办法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啊，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那么他自己在这个家里也好，还是在这个公共空间也好，用这个网啊，是我们这个网上现在有人提问了。好，大家这个网上观听众啊，你们好啊，纳米比亚的 Benjamin 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他的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网民，他是完全新的一代了。这一代网民，他们就是喜欢这个相互之间交流信息。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个网上安全啊，还有这个把它这个作为这个私人的这种隐私把它分开呢？我们一方面是就是年轻人，这就说的是年轻人他们有个趋势啊，他们非常愿意把自己私人的这信息相互的交流，这把它带到网上去上网上传，是我理解的对吗？是讲的是这个问题吗？我叫 Merit， 我是这个数据安全专员，是这样的，无论是年轻的人还是年老的人，那么我们。都可能是有这个这种心理的愿望，是说他和别人分享，或者说是自己保留。其实上而孩小孩他也自己知道，他这个接受的对象是他也保护自己的心。有时候他自己比如说吧，他的有些事儿啊，他不愿意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这时候他就知道保护自己的信息了啊。如果是他愿意分享的话，他肯定就是说可以去分享。那么事实上，分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说强迫性的被分享你的这所有的这些信息，那么事实上这个不行，这个不可能的。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家里的这个智慧家居的这种情况都放在网络上了这个是IoT 这地方，我们就是物联网方面可能产生的这种业务模式啊。可能是不是一会儿再说。那么这地方我想介绍 Lady Bechelia， 她是加拿大人，她是这个 GCNet 这个结构的这么一个代表人，她还准备了一份报告。大家好，Lily at Watch， 我是加拿大来的。我今天呢能够参加我们这个盛会，我们是我自己这个 GCNet， 它事实上是一个有限服务这么一个企业，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嘉宾访谈，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就是青少年的这个网络的使用，我就是说对来说呢是非常高兴，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过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说在青年人里面使大家产生这种对物联网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们得有一个意识的传播，知识传播，这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您看到这个我们就问到我们未来真的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人心的，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的请举手。那么昨天我看了这个外面这个展览很多这个公司做的这个展台，我发现非常有意思，有一个展台上面它写着是个叫做人的，叫 Internet of Humans， 就是人网。人的网络，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网络，他们想就是说把人成为这个所有这个技术所有的网络的这个中心，是以人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事实上呢，如果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才能够开发出能够为人服务的技术，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技术，和以人为中心的设备。我想在这儿
可以谈谈一些这个最佳实践，这是生产商的这个最佳实践，或者说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最佳实践案例。那么我们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那么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法律法规嘛，它也是针对于这个互联网和这个，那么而且呢，在这个所有的设备啊，它这个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网也是越来越高越密，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这个网络攻击这一块儿，它就是有机可乘了。那么我们当然说不知道说一个人他什么时候如何或者说为什么来进行网络攻击，在这个。网络上呢是一个现实，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不断的这种交换我们的这种信息啊。那么我想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物联网我们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吧，可以用到这个工业，可以用到这个卫生健康行业，我们可以这个使得这种病人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症状啊，他的情况啊，能够实时的得一个传输。另外呢，就是说。说我们这可以帮助那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啊进行诊治，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所以这些弱势的地区啊，它这个所有的基础设施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可以用这个物联网来给它做一个补充。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的家具，智能的电冰箱啊，然后是这个我这个智能的健身器，所有的这些事都可以把它这个用在这个物联网上面。那么当然了，这地方就会产生了一些危险啊，那么就可以它有些数据就会变得公开。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个人的隐私这一块啊。那么可能好多的这种你个人的这种生活中的这种数据啊，都是比较敏感的，你不愿把它公开的啊，这个你不愿和别人去分享这些你自己个人的数据的。那么这个种情况下呢，这种你的设备本身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通过物联网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嘛，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它就哎一下就把它传输出去了。所以说那个咱们那个社交媒体你看看那么可是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这个限制住那个通过一个人名或者通过一个地点或者说通过一个这个邮箱地址，你就可以限制别人看你的这个你公开的这些信息。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分享信息的情况下，很简单，如果是你不想和谁分享的话，你必须就是说那就不能够把它公开。那么很可能你这把这个事情都公开之后，它就会被一些这个骇客啊的使用了，这个是无这样你就会使得网络的这种可攻击性就提高了，可伤害性就提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网络，它永远不会失去它的记忆啊，它老是记住的。我这块说的是说，安全啊，我们提到安全的时候，那么究竟我们的这个数据有多安全呢？如果我一个是把这个数据提供给使用了，那么谁使用它，谁看到你的这个数据了那么去年的时候，这个 IGF 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那个会啊，当时超时好多，因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太激烈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如何讨论这个人受到这个歧视的问题，有的人知道，比如说这个脸书它有些事情它怎么知道的呢？他究竟是怎么把这个脸书他对自己的这种使用者这种自己的客户他是怎么把他们的信息都收集起来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具体的你的这个地点的这种定位的这种这所有的事情，那么而且这些信息它一旦积在那儿了，它是这保护的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不是真的是被保护了吗？那么在我这是，
这个物联网啊，这个是代表，当然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我们是如何来使用它？昨天我听说到，好事儿，就是说好事儿，就是说技术本身，它是，可以非常这个快的这种真正的发展。事实上，我们法律法规的制定是远远落在后面的。那么技术它可以是作为一种这个限制或者一种力量来使用，但是法律法规这块呢，往往比它要慢得多。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够有些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如果是技术发展的快，它的这个行进的快，但是我们把我们这个法律法规的落下来产生的漏洞，这件我们必须得把它给不能够任其这么发展，不能够就是。那么我们做了这个问询的时候说，这个我们这个本身设备的安全性是应该由谁来负责任的？这我觉得这个负责性呢，这个责任性应该是分开的。一方面呢是这个销售的人，就是说他的这个生产商本身，他在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安全性考虑到里面。把它这个安全保护这块呢，把它就放在这个产品里了。另外一方面，我就是说，不是，你做了一个这种，做了一个整个的这么 program 之后，那么到最后你才说啊，这地方你要做你的这个私有隐私的这种保护，这个应该是在一开始设计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其中的这么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销售的人，销售这一层次从也是有责任的。比如说这个客户服务客服这一块，那你肯定要知道把这个足够的信息提供给客户。如果一个这个企业要是买一个的产品的话，它必须要有这个防火墙。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作为是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也承担一系列的这种责任。事实上呢，就是说最，软弱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市场人的这个环境，因为有时候你这个轻轻的这么错记了一下，结果你的信息就传上云端了，就被泄露出去了。那么，一个真正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组织，有些这个也是他们受到攻击，结果一个个人不小心就是说违规了的事，做了违规的事情，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大的组织的一个伤害，我就说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吧，你要有一定的这种所罪所为来保护自己这种信息安全，因为物联网提供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就是要问最初的，我就问你，未来是非常这个冲激动人心的，但是你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呢？我们就是说我这个是为我们的组织的这个针对的对象是这个8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我们就是说告诉他们如何来这个保护自己的这种信息安全，如何在物联网使用安全的使用，有好多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就能够使你这个很安全的使用这个我这个非常高兴，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其实上就是很简单了，就是说你这个设备啊，不要联网，不要把它连接起来，这用的时候再接，不要平时就接上。它实际上这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事情，事实上你的这个设备就是一个工具。那么你就是说必须有一个你的工具啊，就是要你要选择你适用的工具就是说你要是这个去耕田的话，你要必须用锄头，你不是说拿一个小刀子去啊。所以说你干嘛要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所在地是告诉他呢？有的时候他这个不要告诉他，他会就是说得到你这个信息就会有滥用的可能性。那么作为组织上来讲，我们要有一系列的这种指南吧，或者是方针啊。比如说任何人都不能够把这个一个自己私人的这种设备连接到你的企业的这个主机上去，而且你要说明这个允许做的时候不允许做的事情。那么
我下一个，下下下这点啊，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对所有的这些组织啊，可能就是比较重要啊。同时也是说一般的，就是说在一个私人的一个范围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这种连接的这种密码呀给这个给别人啊，你可以设置一个这个客人用户的接口，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接口密码告诉别人。 这个地方呢，就说的，你比如说这个password，这个密，你的这个密码啊，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的不好啊，但是你要写这个相互的这个注意一下，就是你一个这个设备上要不同的这个使用密码，就是有客用的，有自己用的这样，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比较这个简单的这种情况啊，我实际上也经常。 把我的那个密码，我经常有时候把它就给储存了啊，因为我自己懒，就省得下次再弄了啊。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说在同一个这个我觉得你一定要注意一个，一定要这个最后要退出啊，所以把这个要把它关闭，把你自己的这个网页。那么还有下面这一点。 那么我觉得自己呢也是你自己的U盘接口，自己用自己的这个接口。另外这个软件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新。如果是你这块这个，我自己就是觉得是这更新有时候太多了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得想办法，到底就是哪儿就是发生了毛病，所以我是就我是及时的下载的这些有关的一些更新软件等等，就是升级软件等。那么它还是对这个物联网是有好处的。 就这些好处是很多的，特别是比如说一个手机，什么就是将来我们都是说是移动，所以目前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工业革命就是移动化的一种革命，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保护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那么我们确实已经了解到这些。 了解到就是我们在这有哪些什么最佳的时间，我们有哪些什么个人的措施可以就是再现有一种安全的生活，而且对未来来说就是未来的激情很大。你们都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好，谢谢大家。 我们的下一位发言者，非常感谢丽丽，非常感谢。我们的下。 一边的是我们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的发言者，非常感谢。那么，我们是来自万侯地者法师，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代表，就是在这我们也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个装置，我们是怎么使用，而且。 我们也是在这那个数据的这个保，就是隐私保护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也是从一个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数字化，而且我们特别是物联网的进展是什么状态，大家所知，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有一种网络化项目。 那么它是覆盖我们全国国土，有三种平台，就是一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我们在这也是对于我们印尼的这些互联网的用户来说提供一定的方便，而且它的平台也包括物联网的平台，而且这也是我们政府所推广的。那么这些数据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 ISP 的就是这些数据，至少就是有170，不就是1700亿的这个
中断，而且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平台。可是我们在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平台呢？这个原因是在于我们有这个物联网，而且呢，就是在这就是有印度尼西亚的，就是政府的，还就是一些公司，就是只有我们国内的公司，国产的只参与10%的，就是业务作用，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商机。那么在这我们是说是数字化转型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以便能够推广数字化经济、数字化政务。所以这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已经优先性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化、数字化是做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是就是如何可以提高数字化经济界的就是数字化经济的水平。那么我们在这有这些基础设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特别比如说我们是在农业是对于收获就可以做预测。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渔业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在渔业就是自动化的给鱼发那个饲料，所以在这也是有这个数字化的一些程序和项目。那么我们现在政府也有一个叫100个智能化城市的这么一个规划，而且我们也有一种物联网平台，这个是含有工业产业制造产业，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有就是家当的这个市场工作。那么我们和这个智能化工作的并行，我们也有这种交通管理、污染控制、等等这些公共的，就是公共的，就是工作。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在很多的地方已经有很多那些就是闭路电视，就是电视录像摄影头。现在就是在Jakarta 首都已经有7000多头，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就是识别面孔。那么而且就是在这背后就是幕后还有一个对人口的就是接受人口数据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就是这些这个完全已经是挂钩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就是识别那么是谁的，就是一个人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地址是什么。所以物联网在印度尼西亚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可以说就是有三大就是规定。那么第一呢，我们也是或者就是第四呢，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是我们的法规环境还有这个人事资源。而且呢，就是在这我们也是认为它是一种公共产物，而且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判断了，在这就是至少有三种就是法规和监控方面的问题。第一呢，我们也是就是利用物联网的这些法规。那么第三是就是这个本土化的技术，就是技术的本土化水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的通讯部部长，也是就是对这个频道就是要做管理，就是要做分配。所以应该就是我们刚刚也是今年在这也是做了新兴的就是国家的分配方案。那么就这种频带的就是频率的分配方案。那么面对政府的基础设施来说，我们也还会有一种合作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完全确保用户的这些数字，就是数字的私应权，而且呢就是隐私权，而且一个政府不可能就是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数据保护法，这个应该也是作为一个网络安全法的，就是也是能够发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现在就是在这已经有
就是两亿，就是刚刚就是这一年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发生了两亿多次，就是多起两亿多起的这种网络上的袭击，那么就是在这也有一些就是用这种恶性就是恶性软件的，所以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还是觉得。 这种侵犯是一种综合性的危险，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也应该还更进一步委托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而且就是在数据隐私权方面，我们是和保密方面，我们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印度尼西亚在这就是政府必须平衡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技术的进展和技术的创新。 和更新，而且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数据的保护也是要加强保护的概念，而且就是在这就是有关法规已经有好几条，可是我们，至于，因此呢，就是我们没有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保障，我们真正够能够有效的保护个人的数据隐私权。 和保密性，所以呢，就是在这也是需要政府有关数据保密的这个肩负的，就是政府的监管和监视。那么，否则，那么目前印度尼西亚的政府，也特别是目前对于这个个人的数据的保密性的，就是立法工作。 正在进展，而且我们估计这么一个要立法的一个法案就很快要通过议会。那么，在这呢，就是我们还有就是各个企业，就是看它有什么愿景，而且他们也是负责自己的这个网络安全，所以就是我们有不少机构，他们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而且就是他们也可以在网络安全的，就是舞台上做出很好的贡献，因为呢，就是我们还是认为机关和大型企业，它都有积极的责任，要积极的负责网络安全。可是我们在这说机关或者机构这个词还是用的不恰当，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机构根本没有什么定义。 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网络安全也是什么一个问题？受到了袭击之后是怎么办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也应该要加强我们的多边的利益相关者团体的这种概念？而且政府在这也是要就是监视所有的这些数据的这种传输。 而且在这，我们呢有法律的和法规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就是，一旦就是我们缺少这种开放性，而且缺少，公众对我们就是群众对我们的了解，我们就更难以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呢，就是这种私营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突然也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就是广大群众的一个热题。 所以，作为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也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这些挑战来说，我们如何应对呢？我们应该要加强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法规方面的工作，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人权的地位，我们要加，就是我们要改善，就是改进和改善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 而且我们应该还是知道很多这些黑客，它本身是，就是我们不是，就是我们在这说的这个合法性，也包括人权，所以我们都是这些工作都是应该按理念来说是以人为中心来做的，而且我们至少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我们需要一定的现在这种倡议，能够就是廉价的提供个人的保护。 保护的软件等等，我们必须给我们的用户讲解，就是需要采取哪些什么措施，而且我们也要保障就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人权。所以呢，就是我们确实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保密性，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身份。那么我们也。 还是也要就是全力的用数字化转型，推动我们的国家。谢谢大家。
而且就是，那么就是你还说了一个这个，你说了一个组织是一个民间的，就是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吗？是非政府组织吗？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它是它是一个智库，而且我们是在这是这种数字化，就是数字化法权研究所，而且我们这也是属于这种私营部门的，而且我们在这也是和政府部门和经济界，我们都是共同沟通和探讨数字化安全，以便确保我们国家的就是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就没有必要的，就是没有充必要的这些不必要的漏点，所以呢，我们这些问题是就是我们有我们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所以的就是这个私营就是个人的数据保护权是很重要的。那么好像我觉得就是您所描写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很多国家都会就是很多国家的公民都和老百姓都会承认您刚才讲的这些事，因为呢我们就还是会依靠一种完善的法律框架。那么现在呢就是也可能离我们现在比较远一点，或者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德国，它是非常重视这种保密个人的就数据保密性。我们下边欢迎Marit Tansen， 他是所谓的数据保护就是独立中心。好，非常感谢。那我是那个我是就是德国就是 Schleswig-Holstein 州，就是德国最北部的一个16个州之一。我是负责州政府的这个数据保护工作，而且现在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国家的一个地图可以给大家显示一下我们是在哪里啊，可能现在有了。好，有趣。所以就是我根本看不到，就是，可是，那么就是在这，就是这个 ULD 这三个字母，事实上在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是就是州立独立，或者就是州际的数据保护中心。好像就是在这操作有些不方便。啊，现在好像出现了啊，现在有了，现在好，还好。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那个图片上好像没有文字出现，很奇怪。好像就是有一些内容没有显示出来，好。没关系，就是我们以后还会上，就是我们会上在这个，就是那种我在这是这个机关，我是负责这个坚持工作，就是我们在欧洲有很多很多这些，就是德国北部，我们非常重视这种数据保密性的这种坚持工作。那么我在这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图片，比如说。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且就是有多少个人，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他们都是这个市民。那么就是我有人很多，而且就是我们在这好像有一种权力的不平衡，所以呢就是权力的不平衡也是一种这种数据保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而且就是我们在这说的并不是资产的保护，而且现在说的是人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德国有一种普及的数据保护法规，那么在这就是有一句话，有个条款，那么就是在这网上就是有绝对的就是个人的这种保护身份的这种法权。那么在这我们在这列出来所有的这些法权，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数字保护也是说这个言论自由非歧视就是这种，而且就是它完全是和我们就是欧洲的这个有关人权的就是内容都是完全挂钩起来的。而且那么也可能我们以后还会有一些发现，这个图片就很奇怪，就是那么
那么就是我们在这有一个好像通用、全球通用的一个图片，就是一个文件格式，是这个 JPEG。可是我们如何怎么做呢？我们听到了安全，我们听到就是我们这个完善性、可靠性、可用性等，这都是我们要保护的一些对象，是值得保护的对象。而且我们在这还有更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就是我们那么就是凡是隔离的内容，应该是留下，就是继续做隔离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连接，是不是就是有，就是这些数据可不可以与具体的人连接起来？比如说，我们就看了这个，就是面孔的识别，所以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隔离数据和人，这个也完全和权力的分工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就是分权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就是技术应该反映社会的这种思想。而且就是在这，我们右边往往缺少是透明，所以我们是如何可以发现和了解发生什么事？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好像根本意识不到，也说更是想象不到和了解不到，在数据方面发生这些事。所以，假如你是发现不了，你了解不了，连比如说你阅读这些有关法规的文本，你还是继续缺少了解。所以，我在这是，我们就比如说，就是物联网或者人工智能都会给我们提供新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我们也有这些那些，比如说就是物联网的传感器，你就可以关掉，那么就是往往我们是根本不了解怎么可以关掉一个那个单芯，就是单片机，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制造商他根本不准备这种开关或者可能性，你就可以关掉某一些这些物联网装置的传感器。而且有的时候我比不喜欢就是有人可以关上我，比如说我是想关掉手机，这应该是有可能的。那么就是有的图片这个质量是非常不一，可是我也并不是说。那么，谁是就是谁，是有控制权呢？而且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么智能化城市等等都是要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些数据，对数据来说，他们一定也是受益者。所以呢，就是在这，他们也为了能够正确确保运行，就不可能不利用数据。所以在这呢，就是我还是认为，就是所有的传感器，我们都是不是就是都会问我们允许不允许取得我们的数据吗？那么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传感器分别都做答复。所以，假如我们也可能就是做一些统计，我们每次就是每一分钟、每一分刻、就是每一秒钟，我们有哪些什么传感器在观察我们？而且如何可以确保我们的个人数据的这个保密性呢？所以至少我们有外部的第三方可以确保，可以有保障我们的数据，我们个人的数据得到恰当的和合理的保护和应该的保护。那么现在我们在除了网上的就是用电脑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社会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小孩儿，他有这种智能手表，而且就是他们也并不是像就是讲什么排头或者什么的，他为什么有这些智能手表呢？因为是他们的父母，他们就是想控制孩子，就是孩子是做什么，而且就是他们也是想听，就是想听老师，就是想道听。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所以这是一种，事实上是一种窃听的一种概念。所以孩子们就根本意识不到，而且他觉得很高兴，有个很现代化的这个电子手表。可是，就是父母们就往往就怀疑，是不是老师对自己的娃娃，对自己的孩子不够好呢？
那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监管部门，我们是不允许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课堂，就是老师的学校的老师不接受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是，所以呢，就是你必须在上这个。课堂之前，你就要关掉你自己的智能手，就是手机或者智能的这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在这个老杨的，在老人的这种护理当中，就是做护理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护士也往往也可能会就是遭到监督，所以这种监督和监视业务越来越多的都是用这些物联网的服务，但是就好像是数据的保护是如何的？因为这些父母他还认为啊，我保护我孩子的利益，所以我是道听窃听老师和我孩子的讲话，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就在这发现了一个智能手机，它也可能并不仅是得到或者就是遭到就是外边的袭击，就是这些恶化就是恶性的力量，而且也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夫人、你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在操作这个智能化家庭，他们也可以控制你的就是取暖、你的灯光等等，就是他可能就是会比如说或者就是他可以电子。采取电子方式关门，你是根本出去不了。所以，比如或者比如说，你就是你就是你是等待客人，但是客人进去不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有，就是在这也还是一种控制权。这个也并不是数字管理，就是数字管理就是数据管理机构可以解决的，这完全是一种权利的问题。所以呢，这种权利问题呢，经常发生，也是在比如说这些那些分手的和就分开的夫妇当中，所以就是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是受害者的透明程度最高。那么我们现在还回到刚刚的图片，就是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机会是特别的多，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这种各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可是我们也是需要这个数据的保护，这个数据的保护可以说在全欧洲都是一致的，可是经常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就是对于制造商来说，他好像没有什么说法，他最多是这个使用者，就或者就是数据的使用者，而且就是他也还没有一种责任，就是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么他也没有一些足够的刺激可以刺激人家改进行为，所以就是一旦比如说违背法律的话，谁也不来惩罚，所以呢就是你突然就想起好像没有什么大事，你就再开始就是再继续违背这个法律，这个数据保护法，所以我们在这需要更好的这些就是刺激。好，谢谢大家，我在这就不再讲了。好，谢谢。我们听到什么安全的一些问题？我们听过那个监督的问题，我们听过安全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听执法方面的一些概念。大家下午好。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可能已经有点困，听了曾前的演讲。所以我要集中的解释一下，最多讲20分钟，能不能可能讲用更少一点的时间？我是在赞比亚警察工作。如果我们谈那个物联网。你要想一想，两个方面，正面和后面，就是非洲和德国的，可能都是相反的。
对，哦，这对 TV 来说，就是执法部门觉得很好，有很多证据，很多证据资料。如果你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也不怎么简单。你看，从我们的那个法规来出发，IoT 是用很多那个器件都是把它联网的，是吧？所以如果你现在在探索一个犯罪，你要找一些证据。现在很多那些证据就是在体检上也不是在体检本身上，而且是保存在云计算的云储存里，这是对非洲来说产生很大的挑战。我们就看一个无人的车，如果我坐这个车，没有司机，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我们还不习惯，我们经常还是习惯就是看那些有司机的车，所以一般警察可能要比较担心这个车就在开的没有人，那怎么回事？如果你在非洲看一个无人的那个汽车，然后那个车就是听着，因为是按照计算，就是那些警察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产生很大的挑战。你再想一想，如果这个车现在就是撞车，要控告谁？技术已经达到我们的那个非洲的市场，但是我们的法规目前呢还跟不上，还没有改为这些新的情况，所以我们有一些证据，但是我们能在什么的那个法规的依据上能从这些法庭就是要接受我们的那些证据，所以首先我们那个物联网和那些先进技术的要跟法规就是那个同步的发展。一般在非洲的一个警察，他基本上就是在以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的方式认识那个物联网，可能他要一个智能电视，但是这个是没有联网互联网，但是现在可能一些人就买安装一个智能手智能家庭的这个。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数据下流就比较贵昂贵的这个成本，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不把它连接起来。如果你就是加一个联网跟软网是，你要一个起点的甚至比较 Echo Dot，你先要看这个所有者的那个账户还是 iTunes 什么，一定要看那个用户的账户要查看。所以如果你只是那个 IoT 加入我们那个非洲市场，给我们的是那个执法部门带来很大的挑战。现在在谈到那个人工人工智能化，可能要那个人脸识别，可能有那个技术，但是我们的法规是不是允许我们采取相关的那个证据？如果你具体来看那个 IoT，你要两个方面都要了解一下，你要从
非洲的角度来判断这个 IoT， 当然你们欧洲人要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我想，再问一下，因为你用的时间比较少，我们经过印尼的这个发展，大家都是就是在鼓励、要求政府就是加快那个加入那个技术的速度，是不是在非洲有些人是不是这样想？就是如果你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加入起来，那我们就是对执法部门有很大的好处，是不是？也有些人给政府就是产生一定的压力。当然是先有技术，然后出一些问题，出台一些问题，最后就觉得我们要编制一些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所以没有希望那个法规一下就跟踪做一个技术。这个不是就是印尼的什么特征和个特殊的国情，而且是每个国家都是有这个是技术一直是比法规动得快，所以大部分的政府可能是先要推动一些技术的使用，但是相关的法规还没有到位。你能不能想到一个制造商就是卖给一些数据保护法规比较完善、比较健全的一些国家？我觉得所有的用户应该有得一些相关的技术的那个好处，但是也应该说保护他们。我微软不是一直是经过民主的选举来的权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还是要受就是各地的那个法规，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他们是受民主化授权的那种一个公民的代表，应该来做出相关的那些决定，而不是我们这种企业。我觉得政府可能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更活跃的、更主动的一个角色，所以应该从开始就是让政府参与这个。如果消费者是让他们就是呢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那个物联网，就是很多是消费者就是被监控的，而且不是听他们的声音。我认为每年都有人提出，就是政府的监控部门都是对技术的了解不够。你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你们的那个政府的那个部门是不是足够的了解的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些监控部门有时候就是对那个基础的知识和了解不够，因为如果你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技术，真的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你们怎么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那个所需的那种了解，我就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赞比亚的我来自的国家的一个具体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些国家说我们要要出一些就是这里人工智能的一些论坛，有什么伦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还没有这些概念。但是有些企业在我国就是进口一些相关的那些智能体验，比如说有些企业他们就是要降低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要把一些资源被这些机器代替。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银行看，有些机器的没有什么柜台，没有什么前台，没有什么人家的银行员就是跟你说话，就是机器，所以技术已经进入我这个国家，然后再开始做一些相关的拟定一些相关的那个监管的一些法规，这是技术进入
再能开始考虑到这个监管的时候，如果技术还没到位的话，就不可能的，因为还不存在的东西，还没进来的东西，你无法就是做监管。如果我进口一个车，我需要付很大的一笔钱，我要买如果我们加油，我要付那个香港的税，还有那个排放二氧化碳的那个税，就是如果你有10辆或20辆车，你慢慢开始考虑到这个方面。我现在问广宗和问所有的在乡的人或者是上县的人，他们有什么看法？好像不仅是技术对电控部门的一个矛盾，我好像我们应该是鼓励更多的那些多方就参与这个讨论。我觉得是你一定要吸引一些就是其他的部门跟我们合作，可能也是薪水是安全是资源的。愿意度和态度的问题，也是互相的了解，在这方面是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就是参与的人都是上大学，还是经过职业培训或这样，你就是会了解你自己就是学到的那些职业范围的一些知识，所以一些事情是。在不同的里面的是不受欢迎，可能只是经过一个误解才不是能接受一些其他的部门的这些看法，所以我们要跨科、跨部门的、跨领域的一些吧，跨区域的一些想法，所以就是听到各方面的那些意见，比如说我们在德国。还没达到那个男女这种平等的那个工资的水平，所以可能一些人不太愿意来到电管部门上班，也可能觉得我们能给他们提供的那种培训不是很好，也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就是对待技术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不是这个方面的呢。方面就是，一般是那些研发机构也是可能先进几年，所以我们要看明年的一些社区和协会如何能参与这个，我们就是那个监管的部门就是一定。就是要落实和要执行相关的法律，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可能要是要听一些其他人的意见，如何应该就是对这些法规进行一些改善。啊，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说我们消费者这块。那么我们说到消费者，我们不是把他说作为一个公民啊，公民和这个消费者的关系。那么我们的这网络本身啊，事实上呢，他把这个各私人的，私人的生活和这个公共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都是分开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网络对私人生活也有影响啊。一个孩子的话，他是被这个上，这个在网络上他所传播。的这些东西也是对这个家庭和朋友都有影响的。我想，问一下或者听一下大家说，就是说在加纳这个地方，那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和这个技术有一种新的一种使用方式？那么是那真的是说有没有一个真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就比如说，你看，大家有时候进屋的时候要必须要脱鞋，那这个用技术也没有这个原则，这个习惯，这个习俗的东西啊。是的，在这个加纳啊，我们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好像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开的空间和这个作为一个社团来讲，我们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大家一起来这个使用这个有一个设备，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我们实际上已经组织了两场活动。
那么就是整个的这种我们这个大家共同的在一起的这个使用式设备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使他们来这个推动他们这样做Python 我们也是组织了这个活动之后，年轻人让他们都来，然后呢他们共同的这来这个做这样的体验然后是看到在世界上其他的青年人都是他们是做什么，跟他们一起交流，我们就是说这些信息这些情况事实上都是在哪儿，在网上呢，我们要不去使用它但是呢就是说首先你要上网了你才能得到他们，才能使用他们，是吧？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起点了，回到这一点了。那么我们有信息，我们有这个国大城市里得的信息，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下这些在城市里的大信息是不是真的是对农村地区的情况有用呢？那个地方如果是你要是真的是用这个没无人驾驶的汽车的话，那人家会觉得啊这是妖术，这是魔术，所以说这个和跟他们这种人我觉得就是说在城市要从这城市出发，有一个这个向这个边缘地区推进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法规这块儿哈，大家已经都说的很多，加拿大有一个这个数据保护法也是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保护法。这里面说我这个法明文编规定每一个这个利用别人的数去进行工作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在一个监管机构那个地方就是就是去报道一下那么是什么事实上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做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法律，但是这个每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把这个都做到这一点，说你用别人的数据你是用它用于什么目的使用了我们都知道吗？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法律我们是有了，但是如果是我们把这个法律真正的是使用到这个企业中去又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一个一个企业的这种在和这个加纳在一个营作的话，有一个国际企业层面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可能我们就要把加纳的数据保护法进行这个修改了那么才能够真正的是比如像这个物联网这块的使用如果有问题的话赶快举手，或者是把你的这个麦克风拿过来有问题吗？您愿意的话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数据保护委工专员我这个问题专门就是问我们的非洲的朋友我就是觉得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机都在被使用，但是智能手机用的可能就比较少一点，那么这个从这方面如何来保证安全呢？好对，他真的是他可能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专门是做这个罪犯这个抓罪犯的嘛我从我这儿是这样的我们从这个加纳警察来讲，他们有一个统计有一个这个网络犯罪网络犯罪的统计就是通过用手机犯罪的人，我们通这个整个的这种通过手机进行网络犯罪的是这个数字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吧他就是说这个打电话这个诈骗罪跟你说现在你的一个什么亲戚需要好多的钱出事了这种情况下好多人就做这样的这么一个欺骗一个诈骗那么如何是把这个犯罪者给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没有找不到这个证据事实上在加纳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专门一个网络犯罪的这么一个工作组警方有这么一个工作组，但是这是也是要有很多的这种流程这种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犯罪行为不是在这个加纳这个国内国土上发生，而是在境外打去的电话。那么加纳本身就是说这个我们是这个越来越少的这个用这个就是电就是真的是桌上电脑这种这个有线的这种电脑，到越来越用这个可移动的这种设备，那么肯定就更难去追踪他的这个犯罪的行为了。我们有一个
特别的这种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警察，专门侦查网络犯罪的这个警察的这么一个组织，特种部队专门对抗网络犯罪。那么这点可能是说，是的，这是我知道啊。那么从这个赞比亚这块说啊，我们这个移动电话真的是非常普遍了啊，就是手机，这个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也是非常广泛了。这智能手机肯定是要比这普通手机要这个多得多了。所以说我给你从两个层面回答你的问题吧。第一点，首先我们这个。如果是有一个手机的话，你不用这个登记，但是如果是你要是买一个这个卡的话，那个手机卡的话，你就必须得登记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卡的这个电话服务商啊，电信服务商他必须知道你情况，而且他还得有一个照片，还得给一个他这个生理的这种特征，这个都必他这个真正的这个生理特征都必须给交上去，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手机后面这个人是谁啊，这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脸面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和这个他的这个后台这个信息都连起来。说到这犯罪行为也是不断的增加，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我这个手机。是这个手机的这种转账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取款机是有，但是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用这个手机转账、手机支付的形式了。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手机事实上就是你的钱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好多这方面的诈骗和欺骗的这种罪行，行为。那么说到这个安全这块来讲啊，我这不拿这个手机吗？那么如果是说，我这个下载了一个应用的话，如果是应用不好使了，可能就我必须要这个把它这个更新的，在非洲啊，我们事实上呢，这个真正的信息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是如果是把这个更新啊什么这个下载啊，这是要付钱的，所以就是说这样就是很少人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太贵了。如果是说那个你是要是下载了这个一个 gigabyte 的这么一个信息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很贵的呀。那就是说，这些人有时候说呢，他你要下载这些这个更新保护啊，这个地方啊，他可能是舍不得花这钱，但是他们不知道他这个安全体系这块儿啊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个 patch 这地方，他可能这个网银这块儿就受到威胁，受到这个安全上的威胁，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没有就所以就不做这件事儿，太贵了。网上有人问问题吗？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机构的这个官方机构的这种法律法规啊，这法规。那么在这个公民社会来讲，在印尼这块儿啊，你们有没有这个说到这个我们的智能城市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从这个法律法规方面也遇到的一个真正的挑战啊，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公民社会能够给您一些支持，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妇女组织啊，就是说你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使这个公民社会有更多的这个声音发出，使他们呢能够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政府这方面呢？首先就说这个，从这个技术上，还是说这个战略上，作为一个，一种这个安排，首先要有这个技术，然后呢，在这种这个技术之上的这个法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使用的时候就受到了这种规范或者说限制。那么这个公民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社团，他就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新的法规下面下所受。
受到具体的影响，能够把他们的意见提出来。在这个技术创新这一块啊，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被受歧视的这些状况。本来是已经是这种边缘，对，推到社会边缘的这种社群，它就是受到了更多的歧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说希望从这个官方他就给他提出各种的建议，或者说是对政府提出各种建议。那么政府本身他可能是不太明白，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新技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在民主体制中的这个优势，把这个和这政府方面的这个接触，和真的是要和他们去就是每一年都做一个正式的一个我们这个政府的做倡议做决定，我们这个公民社团这可能是还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来这个提出对政府所作所为的批评的意见。那么我们就是说努力的是有一个战略，有和政府之间有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讨论，这就是也是我们在这个网络政策方面和这个政府的这么一个互动，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一环节的尾声了。那么刚才说到有这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对我来说我自己不是非洲人，我也从来没去过非洲啊。他说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无人驾驶飞机的时候，我无人驾驶的汽车的时候，也真的是在加州的时候，那个加州这个突然有车辆，这个是这个整个的街上也人都没有啊，就是这个车这次。那么所以看到这个没有人开车的行走的车辆啊，真的是也让我很震惊啊，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技术的发展可能是说在一个全球什么地方得以这个实施或使用的话，可能它的真的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影响我们有时候是不能够估算的，就是如何使得公民社会和这个政府各方面我要起到一个互相挟制的这么一个作用，使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就我们所有人的所作所为都能够在新技术实际上是一个正面的对社会大家有利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信任可值得信任的这种互联网应该是我们所共同的诉求。谢谢大家今天听我们的这一段讲话。